个叫怎么念呢、啊、？SHANG。Shank SHANG。我看他分数蛮高的，5000多的，猛的。这张地图蛮近的，近距离地图。说内战就没差了啦。对啊，反正都一样啊。可是这张地图很容易藏建筑。啊，就看看是运营还是打一波之类的。好，我带吗？还是谁带？那个实况组啊。好像没动静哎，有吗？对啊。所以我要报点位了。好好，你报。好，现在看到左下角来自 Stone 战队的神族 Shank。右上方这是 SOD 战队红色的澳门首家线上赌场，也是神族。这是一场神族内战。那内战的，对啊。我也看到那个澳门首家线上赌场，一开场就蛮活跃的，就在打字聊天流。要出资。你感觉目前都是镜像开局，两边都是双瓦斯开局。啊、1BG 双瓦斯开局。现在就接2BG。对啊，其实神都，我觉得神都内战刚开始都差不多，就是2BG开。对啊。然后现在看走 VR 还是走 VS。嗯。两边都拉了一只农民出来看探查。嗯。所以我觉得炫他那边建筑学做比较好，他把那个左边瓦斯那边封住了，在飘教室的时候比较难飘。对啊。我觉得两边开局都会差不多，哎，就是这样，双 BG 开局。然后租两个双教室去探查。也有可能是双追啊，不过好像两边都双教室嘛。对，现在好像都是这样开局啊，神族都是这样开局。有的如果是打开矿的，可能会比较就是两只教室开啦，就是两只教室寻一下野建筑物。感觉好像双方都蛮镜像的，没有打什么特别奇怪的战术。好，澳门首家线上赌场好像要野建筑物了，那藏一只龙。哎，放了。这个地方，除非真的观察很侦查很入很细微，不然看不到这个地方。就要飞那个、啊，飞母舰核心才有机会看到。对吧、啊？然后双方教室都已经到门口了。好，看操作。哎，结果没有交战呢，都不敢打，不敢对啊。看到追猎怕了。好，这边 SOD 澳门这边放了 VS， 应该是前期的骚扰空军。我先知吧。我 Stone 这边则是下了 VR， 蛮稳的。我澳门这边应该是打一波了吧？我们来矿一下。哇，这会被点，这应该不会被点掉。双教室的厮杀，哦，这边 SOD 出了一台先知，哇，还加了 BG 欸，就是一波了，准备，应该就是一波打死了吗？对，就是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。
然后 Stone 这边好像还没有发现对面野兵营，出了一个小眼睛，但是没有去外面巡视。哎，不知道炫这边有没有看到梅开二矿啊？好像没侦查，对不对？没侦查到。有啦，刚刚有工兵在这边死掉，应该有侦查到。哇，这个枪支被点掉。我耗掉一个大光炮，还行。然后等一下又来一只先知，他这样应该是要打一个协同作战的。啊，哦，看到了，教室看到了，也有六只追猎加一个教室。石洞这边有出不朽，所以其实还好。小眼睛往外看到了，哦，看到了。下了灯泡，好，先知掉进去说了，哎呦，哇，这个农民损伤，哇，损失了11只工兵啊，然后 SOE 这边在，哇，这个地上隔得还不错，我从这边有双不朽。不过这样子应该快打不进去了，那不朽不解决，然后又都是追猎，难打。对啊，如果这一波Stone守下来的话，基本上是稳赢的，因为 SOD 这边没有下二矿，Stone 这边有下二矿。哦，这附近难。哦，开始了，开打了，开打喽！哇，这。不朽被点掉，啊，西风也掉了，哇，反正这样是Stone战队要反击了，反击一波了，要死啦，澳门要下线了，哇，澳门要下线，准备下线，澳门这边下黄金矿啊，这大胆啊，夜市要偷。你觉得偷得到吗？你觉得很难呢、欸。这个人这一波Stone灯自动应该要直接反推过去了，兵吃掉就倒了、啊。对啊，然后走过去还看到那个黄金矿。对啊，就很尴尬。死啦！他被逼到角落。而且要两面夹攻啊，直接被夹死啊！妈球过来，这个好像是想要救回去船，但会不会搞不好就送掉了？就来不及救了。我觉得哇，可能按到 F 2吧。应该是 F 2对，应该是 F 12哇，这个吃掉。说反倒Stone SO 这边全力的踩黄金矿。试图要搬回逆境，感觉很难耶。我不懂为什么不打 GG。我不知道，他想说可以坚持到底。对，都图资了就打到底。对。哇，他这个黄金矿也是全力的在踩啊。没用啊，人口已经差了快30啦。对啊，而且这边 S B 只有一只不朽，感觉 Stone 要打一波了，对，要打一波了。他不是一波，他只是过去前压而已。哎，这有没有看到啊？这有没有看到？哎，这没看到，哎，这看到了，哇，看到了 ，GG 了。啊，这应该洗掉 GG 了。哎呦，当面。是谁啊？打住了！哎呦，打了几局了？好，我可以代表他投降吗？我来，他输了，我代表他投降。
你也是 SOD 战队的、啊？对啊。你怎么会取这个名字啊？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 A 片公司。其实我们不是 SOD 耶、欸，其实我们正确名字叫 S0D。哦、，S0D， 我刚看的 S 是那种不是什么特别企划 SOD 那种，不是那种公司，我们不是那种战队。哦，所以有看错。那这样应该 Stone 会拿第一分吧？那刚刚那个、啊，刚刚澳门他密我说他断线了，来不及打下线就断了。哎、欸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明天卡哦 ，GG。好，我们恭喜 Stone 战队获得第一分。太强了 ，Stone 打到人家断线 ，Stone 九是猛。反正我觉得 Stone 还是打很稳啊。嗯，可以看到就是基本功很好啊，对啊，然后 S0D 前期的先知如果没有什么受到什么骚扰的话，基本上很难赢。好，恭喜 Stone 获得第一分。下一半换我下去打啦、啊。真假的？真的。好，加油，期待你的表现。好，要好好念我 ID 哦。S0D 是不是？好，我会记住了。对对对，嗯 ，OK。听到有，我把声音关，我戴耳机。喂，有听到，听到。啊，刚看到那个矿开下去，还有个脑充血。神七七啊！所以你说你们开黄金矿吗？不是啦，我说我是刚刚那一场比较低棒澳门的、啊。哦、OK。没有啦，我是看到他矿那么早放，然后神七七的打一波好了，就发现好像打不下来。嗯。然后感觉你先知没有闹到，其实就蛮亏的。对啊，有杀到了，杀不多，那赚。嗯。好像十一只工兵吧，杀对方十一只农，还 OK OK 啊，普通就没有赚，也没有亏，所以就是这边 VR 出来不好打，我应该教师出多一点，这边出太多。对，对，感觉你教师如果多一点的话，其实会打得赢这场比赛，会比较好打，可也不见得打赢，可有机会。嗯，好，刚刚那个童言说你要好好介绍一下他 ID 嘛，所以点位就交给你了。我看他的 ID 我也好 OK 啊 OK 啊。我原本要改，都是神族内战哎、欸。对，哎，最近有那么多神族内战吗？应该还好。应该不会全部都是神族内战吧？还有两场。哎、欸，你觉得同源巨雕应该会比这场啊？应该可以吧？妈妈，如果他不要犯恶的话，
像我一样，刚升七七就脑充干一炮。好，帮他点位，来自左上方 Stone 战队的 Minstone 蓝色的神族，右下角红色 S0D 战队的同源巨雕。这是一场神族内战。哎、欸，还没有打上线哦。哎、啊，真糟糕！利率不对，对，我需要教训他一下。没有了。感觉应该又是一个 BG 开，然后双瓦斯，蛮镜像的开局。没办法，现在神族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开局了。对啊，都是双 BG 开，其实只能这样啊，其他打法都会被磕，除非光炮啦，除非光炮。嗯，现在光炮很少啊，我现在很少看到光炮有被光炮，很少、啊。我都不敢，我都不敢说齐有天命就放光炮了。对啊，天命就放光炮。双方一样，双瓦斯，双 BG 开局。应该会是双教士侦查，就看先出教士或先出职业，然后看后面科技物件摆什么。这张图还蛮常出现职业，因为这张图很容易抢建筑，这边都很容易抢、啊，然后双方都拉农民出来侦查。像我刚刚本来是要打开矿的双 VS。嗯，对啊，那张图，结果哎，看到他矿那么早下，我就脑充了。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藏的地方真的是很少人会去侦查到那个地方，除非真的是绕过去、嗯，不然真的很容易藏建筑。也是啊，我还蛮少这边被抓到。对啊，这边那个迷你院放作业，出了双前肢，哎、欸，双作业 ，sorry。对啊，那是防守。啊，同源这边以我了解应该是教室，没错。对，双教室。看他有没有野东西啊？他可能野个 BS 的。应该会野，诶、欸，这个地方好，应该会野了。在上方野兵，野兵营，这应该是出 VS 吧？嗯，应该是。但野 VR 的机会比较少一点点。嗯。然后 S0D 的双教室出来侦查。然后这边那个迷你兵应该会补到四只追猎，然后开矿，嗯，也是防守啊。哦、他两只追猎出门，同人聚焦下了 VS， 哦，这个侦察，这个侦察到了，哇，这尴尬了，哇，这个一颗就发现了，哦，会看到，哇，这个是不是他打一波，他打一波，哇，我觉得好亏哦，他亏成马了。超亏，他两个过去放大广告，超亏的，两五十魔放大广告，这也是 VS 被发现了，对啊，哦，直接立刻取消，他应该等他那个放下去以后再做那个，嗯，哎呦，再这样子家里可能也不太好守，四四追，石东这边开了二矿，四追猎打二追猎，那会被点掉。像这边童颜很亏哦，亏什么？没矿，没科技，而且矿又比人家晚下。我觉得他可能不会下矿，这个时间点他下矿追不回去，应该会还是打。应该会打，我应该打一波啊，打一个比较慢的。嗯，哦，这边上来了，哦，直接顶掉。哦，还好妈妈其实还有大光炮在。哦，前面这边下一个前置水晶，这应该也是要传兵用的。他应该补个 BG 啊，直接传那个。哦，从这边看到立刻下了 VR， 应该出个不朽来防守德追业。他直接传，他没有补 BG， 那他这样就是比较晚。嗯。哦，这边下了三个追业，总共六个追业。如果迷你这边直接把那个不朽刷出来的话，一直去刷兵，标不太有垄断可以打。可是目前他好像还没刷哦。对，好，哎、欸，刷先出小眼睛。
在这边先知已经来了，要来骚扰了。这是一个双线进攻，前面先知追着，哇！在控前线呢、啊，家里被烧了，他没控到，他被烧爽爽啊！哇，这杀了十只工兵啊！对啊，这样就这下有点赚，非常赚，嗯。第二次先知看有没有赚到，哇，亏了，就先知没有动哦，被抓到。哎、欸，没事。哇，这边就靠先知双线。嗯，然后巨雕狂刷教室。哇，家里继续烧，哇，已经烧了十一只工兵了。可是这边还是迷你的工兵多一点。对，多了七只。对、啊，因为他二矿比较早开。就我觉得这边，这要前压了，还是难打。可是迷你这边部署还没出来啊，这是个麻烦点。他这个拉农会打得赢吗？他看要不要拉农，要闪追出来了。感觉应该不会，他不会拉农，对啊。对啊，这个。哦，他这边很聪明，狂刷教室，不刷罪孽，因为他知道你会出不朽。不久 OK， 我觉得不久出来这边迷你就非常好守，基本上迷你肯定是打不赢、嗯，应该是打不赢。哦，这边要硬上吗？不久出来了，看到不久了，哦，虚空剑也来助阵啊！哇，怎么在烧网师？哇，感觉打得下来，哇，那种八九点赢了，啊，不久没点掉，我可差一点。哇，不久差一滴。然后这边叫拉农来说。对。不过这样打起来的话，如果那个什么，同业这边矿只剩300到100到300，100到400间。对。他好像还是就是一波把你打死，哦、对，他不开二矿。沙农还在塞。他是继续沙农，然后双线进攻。然后看看把那个刀光化逼出来，正面狙打，感觉狙得掉、哦，有可能。不过教师在打瓦斯场，哦，不朽出来了，对啊，不朽出来。可是这边兵力上来讲的话，那个红岩这边，聚焦还是有优势，对对对，对还是有点优势。哦，这个农民包夹，哇！后面又继续追了四只教士上来，可他这样晃，我觉得虽然把农民轰掉，可是这边两矿在刷，对啊，我觉得还是先杀，对啊，先杀兵王比较好。哇，目前始终这边只剩下11只工兵，对啊，可是他那个兵没有操作性，对，嗯，除非他赶快，而且以我了解，他应该是不会补二矿，所以他到时候会没钱，对，他会没钱。然后就是，哦，拉农民了，只烧一波了。这边是远程在控，远程在哦。对啊，这就铁头一波。嗯，我觉得难打、啊。那不朽如果需要第二只怎么打？对啊。而且石东这边的小眼睛都看在眼里啊，知道你没有二矿，所以他只要守住，基本上他就是稳赢的，因为你没有二矿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对啊就我觉得，如果他开矿的话，可能难打。开矿就……哎、欸，不过石洞这边没有再踩第二只不朽，这倒是应该没钱，应该是没钱，那这应该是没钱了。对啊，他正面压力太大了，因为他没有放大光炮，他没有放大光炮，他很放。现在放，现在放，应该拉回来打。他有在外面，他在外面打。哦，这个松线还是很烦呐、啊，这个先知杀。对啊，等下就教室飘主矿嘛，然后先知留一个矿。哦，真的好拼哦！劳工这么过劳嘛，那个工资还要领。哇，这一波打下来，这一波哦，不朽准备断开了。哇，这不理想放的不错。哦，感觉这个大光棒还是救了 Stone 一次。对啊，应该没得打了，那个兵刷可能刷不太起来。对，因为他们
他一发经济好像剩一发，剩一发，对，剩一发，可要等到75还可以，哎，剩50，他应该发第一发，可他应该会抢点水晶，嗯，哦，这个水晶，哇，这个反应太慢了，反应慢了一步，哇，这应该继续打，好，我们恭喜。S 零第一战队获得第一分，扳回一城，目前双比数1-1。我感觉这一场零 D 是 S 零 D 他的双线进攻打得不错，就是先支配罪孽有骚扰到很不错的效果。对啊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恭喜双方1-1平手，那继续第三场比赛。我们第三场那个名单可能打错，他 real ID 是那个 real ID 是小抖抖的，他那个实际上的 ID 是那个 revolution。嗯，所以等一下要的话也会要那个 revolution。好，接下来准备第三场。好，我先理他一下。OK。我回来了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，嗨，哦，沙拉耶，沙拉，哦，这是一场虫族对神族的比赛，哎，他怎么没有你们 S 零 D 的标志？哦，因为那我是连队啊，哦。我是 Fantasy 加 SD， 所以他是 Fantasy 的。来到了神性之地，我觉得这张图对虫族比较优势啊，那个三扣可以留下。真的，我还蛮喜欢这张地图。你是虫族吗？对啊，虫族。哦。我当时又特别高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图你怎么打人族好打吗？不好打哎、欸，因为他人族空投其实很烦，虽然你王虫可以看得到。他的坦克也不好守。嗯。不过我最近这张地图，我常常都会打那种，就是投毒棒那种战术。对神族吗？都一样哎、欸，我之前好像也会，非常喜欢投兵。我在这样也是被炸稀里巴拉的，那个反应时间太短。有一次二矿那边，我飞进来根本看不到，就毒爆就连炸进去的孔。对啊，
好 ，OK， 我们八点位哦，来自左上角第三场比赛 ，Stone 战队的 Sara Stone 蓝色的神族。右下角来是 S0D 战队红色的虫族。这台就不会念，Sorry。Revolution。哦 ，Revolution。对。不过我对他比较不熟了，以前好像有听过。这也是老玩家了。哦，神鹿这边的毒口，把这个口堵住。他应该是 B 区开，出现出教室的那种。而从这边应该是裸双开，没错。看从这张我会出闪控，裸双后摆瓦斯跟气，然后直接摆闪控。而神鹿这边出了一个农民族裔出来探查，还是强建筑。我觉得这张地图常见植物也很多地方可以藏，因为它这边可以藏很多地方。不过打虫族比较不喜欢藏，因为那个被抓到就很困。对，狗狗太容易侦查。从这边下了瓦斯跟孵化池，神木这边农民进来看。好，神族石洞这边下了第二个矿区。好久没看到莎拉打了，难怪他前几天好像有开直播一样。真假的？对啊，莎拉，今天终于不是那个呀，啊，那个人族，想想看名字啊，新手，叶问新手八零发。哦，这边虫族下了两只后虫。哎，你通常两条狗，通常会几后虫开啊？大神族的话，四后虫哎，因为我还是很怕先知，所以我两只会摆家里守，两只会摆家里。所以你是连续点吗？对啊。那你三矿都哪时候下？应该看到他下二矿，我就会下三矿。应该都是这样，了解。因为我是那种不太敢裸三开那种，因为我很怕被一波骚扰就挂了那种。确实，现在 B 区开有点强势，裸三会有点亏。对啊。哦，这边下一炼厂，那三矿竟然开这边的。可是这个建筑物怎么摆的有点？三矿吗？还是二矿？二矿建筑。哦，它是盖里面的。他等下旁边应该会补一个水晶把它补住，然后就留那个 B 区跟 B 洞，再拆了。哦，这边虫族下了虫哥导流，他竟然是下光炮在那边，也是可以，还是可以。哦，这个教室怎么飘？看，你通常农民会刷几分，或是刷什么样的程度才开始爆兵？就是三矿满营运吧，因为如果说对方二矿有下二矿，我就会三矿满营运。或者如果说我真的想要扫对方的话，我通常都会前期就可能早就爆狗，然后进行空投。那如果你遇到那个嘞，你遇到那种三 B 区教室开的，就是一次过来七八只教室那种的，我刚刚下毒爆虫嘛，因为我觉得现在毒爆虫改的真的很 OP， 他加的那十个生命真的是很可怕。炸不死，还没改吗？下一次改，是下次改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毒爆蛮 OP 的这次。对啊，那加十字血也蛮多的。因为以前是那个坦克可以一枪可以把毒爆炸死，现在是必须要两枪。我觉得他是为了打人类啊。而且人类坦克也不能空投，这是一个非常对人类是一个蛮消耗的地方。哦，直接坦克够坏啊！这个太 OP 了啦，狂载狂放。哦，这边下了三矿，从这边蝗虫飘进来看你的建筑物。
他有没有看到 VVS 啊？哎呦，他没看到引刀塔，我就说下天安圣殿。哎、欸，你现在打那个吗？打那个神族，你会有纪律性放 boss 塔吗？会啊，四分半，他们叫我四分半要下，我不知道、欸，我说是四分半就下，也是可以啦，四分半比较有纪律性，比较好，要不然。不过他这边已经二本零了，所以他等下变尖的王虫应该还 OK、哦。他变了一只了，所以应该可以守得住。大家这边盖 VR 好，等下应该是会打那个，我在猜他应该是打那个。不过这二矿怎么农民这么多啊？22只，是不是也太多啊？你说那个吗？那沙拉吗？什么神族啊？因为神族通常会先补啦，就不停农，然后。按下三矿的时候拉过去就是哦，半营运或是快满营运状态。从这边，在这边三矿污染了对方。他应该是要走那个引刀丢丢，然后走那个不闪追一波吧？看起来的话，嗯，从这边只是出了赤蛇，赤蛇在下一次改动好像会增加了移动速度。他射程减一啊，好像射程减一吧，然后移动速度科技加二，对啊，就等于说变相科技又是加一，好猛，嗯，好、哦，神族这边要空投二，空投临近，而这边神从这边应该会，哦，这边下了四矿了，来蜂王出来侦查。他这边打一个那个高攻击的一波，因为他那个不是高攻击啊，那个提高那个二攻，他应该是二攻或三攻会打一波，应该是三攻啊，就是三攻，他什么二攻快好了，对啊，他应该是三攻会打一波。哦，虫族这边不是看到你下临近了，那你到船了吗？看到，看不到你到哪里？哎，他没看到哎、欸，然后嘞？哦，这边下了一只引刀。哦，引刀在家里，他是一盒白球了。嗯，我以为他是要前跟闹，看什么？哦，这边发现了引出引刀。目前虫族在出远程一攻跟近战一防。哦，还蛮有意思的。虫族真的是二攻已经好了。因为狗就是坦了，其实狗也不用升一攻，远程一攻。嗯，而这边看到你开三矿，那这四个叫那个引刀应该是要合白球投。可是虫族有赤蛇哎，这可能不太好投。这虫族已经下要升三本了，三本一块，三本你好了。他怎么有三本？哦，这是一个很 OP 的战术，就是不停的下。我觉得他是投不下来，他是很亏。对。有点太晚了，而且还会被追杀，他不敢下。我觉得前面就是那个，你通常那个盾，你会用盾地兽吗？不会，但我好像下一，然后下次改动橄榄虫可以在盾地底下，好像可以放招数。之前是之前只能丢那个。这个跟蛋蛋现在变蛮强的哦，这个、哇，这已经进掉了。对啊，所以说不太好打，后期虫族对空能力比较强。哇，这个时候眼睛看到虫族要准备打一波了，只是这一波有狗跟蟑螂还有赤蛇，反正虫族不亏啊，两百人口先跟你交换一下人口啊，再刷一波出来就好。嗯，反而是神族这边要把恐怕把那个。人口憋起来比较不容易，而且他们现在哦，现在出巨象了，好久没看到巨象了，好像好久没看到巨象了，就没有巨象了。哦，这正面会遇到哦，正面会遇到哦，然后正面遇到，哦，啊，正面遇到，哇，啊，没看到，没看到，从这边发现。哇，同时要刷一轮，要刷家里了，要闹家里了。
哇，这没看到有点可惜啊。这三这两条狗感觉，其实对虫族来讲他也不亏耶，因为他其实这些狗好像也算拿去送掉了。对，他只是要换他换人口，要一两百人口了。那他换他高质量不就出了？哇，这是一个火蟑螂配赤蛇，对面只是出了巨象。攻一防，又攻一防，他们。哦，死的时候出了闪电了，神族这边。啊，这边都看到，看光光。我觉得被神族憋起来，如果那个科技起来的话，虫族也不是很大。嗯，可是虫族这边的二攻二防已经快好了，是好的时候，其实是神族三攻也好了，对啊，神族三攻也好了，神族已经好了，但是他没有防。对，看操作，看操作。可是这个口，如果神族上来，一定会被包死，因为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砍上来比较好。可是我觉得他如果等闪电好，其实会比较好，因为闪电真的炸很痛，炸刺。然后把那个把矿开起来。对。他已经两个矿干掉了。从这边已经五个矿了。好、哦，这是要。分线空投，哦，看到了。不过虫族卵还蛮多的，所以其实要这波换掉也可以。哇，赢了数据猪没射了。虫族这边想要骚扰你的山矿，剩下二手的东西。正面。这个口，哇，这个拉进来啊，就像死一只，拉第二次 OP， 哇，只不过这样换下来好像是神族赢，因为神族有三攻优势。可是这对虫族来讲还好，因为他不把那个兵刷起来就是两个，他的前面，哇，这边迷失了几只小赤蛇。我觉得上来可惜啊，他矿早点开的话都还有点机会，但他那个攻防高一点。嗯，对 ，SVG 这边已经满人口了，这些宅出三攻三防。哦，这个不朽被点掉吗？哦，哇，这船被打掉，哇，被打掉了，哇，这样无法传了。哎、欸，他嘴里没有动。对，可惜，这可以包甲的。哇，不朽被点掉了。我怎么感觉虫族营运的非常的平安，没有什么太多骚扰。对啊，没有被骚扰的。其实这个版本的 meta 就是你要一直不断骚扰。对啊，对啊。像之前虫族过害手真的很难打。对，以前神族可以憋一波慢慢打，现在比较难。对，现在就没那么。哇，目前感觉虫族会打赢这场哦。好，点掉，把麻球给点掉，把麻球给点掉，哇，这样很难守了。不过重点是，从这边没有肩甲王虫啊，还会被引到砍爽爽啊。刚刚他应该发现，他应该在变，哎、欸，哦，他变七只肩甲王虫在家里。不过你这个绕太远了吧？但是我刷牛啊，他人口是因为没有他刷牛哎、欸，没有没让他刷牛，好多刷蟑螂，对，他有雷兽他没有出，他出狂出蟑螂跟赤蛇，有这样神族这边也没钱了、啊，所以他这边只剩一个矿可以拆，对，因为虫族这边已经下了六矿了，虫族这边只有三矿。这基本上已经经济已经落差蛮大，对，而且人口又农民又是两倍之差，差了三十几只。我现在发现虫族三攻三防已经好久了，对，是真的看起来那么惨。可是感觉这个成分好像赤色居多，所以如果闪电打下来，真的会很痛。哦，这一波被吃掉，哇，这波被吃掉，
兵力伤害。哦，这一波闪电，闪电还不错，可是 GG 够。好，恭喜 S0D 在第三场拿下了第二分，目前2-1领先松战队。没有，我感觉这场虫族过太爽了，完全就是狂营运，神族完全没有骚扰动向，所以让他最后是虫族带一波带走这场比赛。对啊，对啊，让真虫族营运太开心，真的让他过太爽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打第四场，大家休息一下。回家喽！我们的性感荷官看到对方是哦，好像有点强啊。我刚才讨论，等下他就说他要轻松打，我就说好啊，你轻松打就第一场。通常第五场是最紧张的一棒。对啊，我就说你放松打没关系啊，等下你直接上第五场。单手都赢你这个 ID 好霸气啊！嗯，好，欢迎 DSL 第四场比赛是始终战队对 S0D 左下角蓝色虫族，这是始终战队的单手都赢你，而右下角来自 S0D 战队性感荷包再现发牌神红色的人类，这是一场 Z 对 T 的比赛。哦，人类一开始封这个真的很 OP， 这样
冲出就必须绕一绕远路进攻。你这张图你会喜欢打人族吗？不喜欢，不喜欢哈，因为对半人族很好，你骚扰不到他。对，而且两张兵是无视空间，那就比较快。哦，这边虫族好像打快速狗开哦，14D下了孵化池，这是要打速狗开战术。可是人类这边这个补给站已经堵住了，他们要进攻速度了。可是14D把这补给站咬掉，虫族而且人类已经进来看了，看到你下14，哇，看到你。看到你这么快就下狗吃，就知道你是打快攻啦、啊。可这个他那狗到补给站的时候，人类枪兵才刚出来吧？他这样要强修补给站吗？还是就放掉补给站？我觉得他会修欸，会修。所以他是出死神。啊，出死神。这狗应该不会咬到补给站，因为他如果是自动定位的话，应该会直接绕掉。哦，这就是在拖时间，对，拖时间，拖一些时间。这六条狗，再过30秒嘛，这边树狗了。哇，这绕路绕远路，哇，人类这边直接开二矿。哦，河关好猛哦，都不怕哎、欸，直接不怕、欸、打死神哎、欸。他想用死神操作打死这六只狗，是不是？真的假的、啊？真打赢的话，那只能是做坏了吧？如果打速狗来打，从这边特意避开这死神。哎、欸，死神要直接下枪吗、啊？死神没看到，哇哇，这个溜进来哦，这个会溜进来哦，哇，溜进来了，啊、哇，死神回去来不及啦、啊！我、哦、这二矿会点掉，二矿来不及，二矿应该不会掉吧？他应该取消啊！哦，哇，好亏哦。哇，这一个他不是看到对面怎么还放死神出去？哇，这补给站要被咬掉。对啊，送200块。哇，人类，哇，这个工兵被咬掉。哇，这不停的修啊！对啊，死神要不到东西啊。他死神，对啊。哇，这下子虫族是有优势哦。我这个时候再出二狼，哇，这工业被咬掉。现在虫族要刷农，刷宝箱。虫族好像不停的刷农，然后出了两只后虫，四只后虫要来守。哦，人类这边下了碉堡来防守。哇！直接冲出，直接三开了。哇！他还知道他已经闹到很多东西，他直接三开。这如果营运下去的话，真的会冲出会很赚。当然，神族这边人类这边应该也会空投，刷了多少东西。可我觉得妈妈已经出来了，应该投不太到什么。哦，拉农民，这是一个拍珠宝的概念吗？他拍珠宝了，直接盖他三块。好猛哦！应该是比较有难处。寡妇毁灭埋在地上，准备从这边下蟑螂防止墙做蟑螂了。哎呦！人族这边是一只解放，一只妖精。对，压门口吧，是吗？他应该会守吧，还是空投？我觉得是这。应该会守，解放者守家里应该还没什么太大意义吧。解放者应该会闹对面，可是对面有后虫，哎、欸，可是走一只。如果他没有发现的话，可能会闹东西。哦，这时候看到了，人家虫子要怎么守嘞？应该赚不到太多东西啊，他那个。两只火蟑螂，六只蟑螂，这应该看得到。哦，投珠宝，哇，这包子太阳快好了，哇，先点，哇，
陈冲这边，一波打穿你啊！可是家里没有守啊，没办法守啊。两只妈妈，四只妈妈要守，感觉有难度。这应该守不住哦。嗯。我家里好像守不住哦。要出来修。哇，这个维修应该是GG了。这个守不住了。有狗，哇，这洞溜进去，哇，感觉这下子都会拿下这场比赛哦。哇，六只火蟑螂烧啊！其实虫族也没有很有经济，也没有说很好，可是真的是打不赢，真的是打不赢。哇，这火蟑螂 OP 啊！哇，虽然守住了，但是农民已经剩下不到十一只，农民有差距啊！哦，出来空投，看到你的狗狗，应该不敢投，应该不敢投。哇，我这一包可能会 GG 哦。哎、欸，不会，应该打不赢了，这死太多。对，哦，这三只狗还竟然溜，宠物这边下了二矿，剩了二本，哎，为什么这两只三只没会跑到前面来？嗯，我宠物的工兵怎么跑到前面来？没有，可能编队问题吧。不知道，他们可能编乱，我在猜。看一下，这边出了蟑螂，感觉要一波带走啊！感觉这边石洞这边会要一波带走。哦，这两船再过来射气球。对，我觉得那农业补起来都还差不多。嗯，都没炸掉。哦。这个虫子骗了几发火球，感觉应该不敢投，这应该没办法投，投不下来啊！妈妈火葬那么多，四只妈妈守家里，哇，这个应该会死哦！死亡冲锋，哇哇，他打 GG 啊，然后 GG 了。哇！恭喜石洞战队单手为你拿下了这场比赛，目前双方是2-2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先第五场比赛。好，我先离开一下啊、哦。OK。
好，第五场比赛，目前双方是2-2。最后一场比赛 ，S 战。是一场人族内战，模型模型回来了。哎，这是被你说到第五战哎，那他应该还是很紧张。他刚他发现对手是那个什么就新手，想说要不要用人生。好，八点位，来我们 TSL 第五场比赛 Stone vs S0D。来左上角蓝色来自 Stone 战队的新手，这是一个人类玩家。右上角来自 S0D 战队的红色人类性感荷官在线发牌。这是一场人类对决，不用先往世界。哦，这张地图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大。对，两边都先往世界。目前好像双方开局都一样。哦，从红的 SDD 这边先下了，把门堵住。人族内战还是先往世界比较有戏。嗯，科技快一些，因为这张地图非常的大，所以应该也不太有什么快攻。哇，这边红色这边派了农民出来侦查，他应该是先侦查底下，我要第三点位对，亏，对，已经没有已经守错地方了，人类打下二瓦了，对，石龙这边下了二瓦。二娃，可能走女妖吧，我在想，女妖坦克的。嗯，双方目前开局都差不多一样，都没有出死神，反正都是输入战队。对，没出死神，可能因为没有办法先第一个探到点，出死神的话没什么意义，稍好本来入住战队防守。我猜的啦。这张地图真的非常的大，运气好真的，如果说你要快攻，运气真的好的话，真的可以成功；运气不好，真的要走很多很远。感觉双方好像都开局都差不多哎。嗯，因为现在人类几乎都一开啊，但 B 开矿比较少。哇，可是 S01 这个农民已经探查两个地方可以探查到，这走真远啊。但应该也是默认对方是那个，默认对方是。然后这边荷官是摆那个，在科技实验室。哦，这边两边都下了星际鬼，看来这边下了鬼嘞，应该要防守啊。出坦克，坦克腰挺吧，枪坦克腰挺枪兵先压吧。嗯，荷官这边哦，这边看到出鬼雷了。新手的话。新手女妖，新手挂女妖这样出，因为他先用二瓦的女妖。对，宋这边出了一台女妖，要来骚扰对方。而对手好像没看到你出女妖。他这个打法，欸、嗯，他的打法不怕女妖，就是前面的话，可是就是后面就会怕，看到后面有没有出。就是他前面这波压出去的话，基本上就不怕女妖。嗯，哦。SND 出门了，所以对他就是又是接围巾啊，所以跟我们发一样，还好。而且这个女妖好像出来了，那时候买两个雷，没有再炸到很惨。哦，看到，他们有出女妖了，然后把那个枪，把枪兵，把枪兵哇 OP， 对啊，哇这 OP。哇，他现在换物件有点晚。我真的觉得这张地图真的是人类真的很 OP， 一直狂丢坦克，真的很烦。哦，这个鬼雷，哇，差一滴啊！
他那个闪鬼雷没有闪到。嗯，对。他怎么不抽？还是一直丢。真是，他要死啦！哇！人类这边出了飓风飞弹车。哇，这个骚扰！我是狂头，真的很烦。对啊，难赚，难赚。女妖出来了。哇 ，OK， 这终于把白人坦克解决了。这张农民差了十只，刚刚死了十九只。不靠矿先开好，休息一只吧。他的矿先开好，休息一颗。嗯 ，SND 已经先看先下二矿了。哎，可是石龙这边也二矿也好了，所以应该他们应该先好，松神应该先好。而这边又跟女妖擦身而过，哇！这女妖又来弄东西了。可是这边已经有两个，你可以防守住了。哇！这个时候，哎，这鬼也是把医疗给炸掉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他那个坦克留下来。哦，这个女妖也有收到东西哦，杀六只工兵，后面那边有点亏，七只工兵，八只工兵，哇，这个也蛮赚哦。到后面把那个坦克跟那个飞弹车两台送掉了。嗯，啊，这怎么在点建筑物？哇，你没有地东西可以守这女妖啊！哇，这点尴尬啊！这杀了八只工兵，九只工兵，哇 ！MVP 女妖十只，他杀十只，十一只了，哇哇，被毁掉。刚刚我觉得两边都有亏，前期都很亏。我觉得两边像军事啊，像军事。可是 SD 这边下了三矿了，对啊，新手兵力已经有点优势了。新对他出了渡鸦要来防守，对啊，坦克也架好了。他兵力还是比较多一点，要看那个，看那个河关这边有没有先把兵力拉出来。这张图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好防守一点，除非被空投，对啊，对，所以少量兵力。我张图最讨厌遇到人类，因为真的很烦，对啊，他的空投点位太多了，对啊。这边新手竟然出渡鸦，他要出门了。边还要发自动炮台吧？会吗？我在猜，可能原本是要防那个围巾之类的。这边会遇到吗？这边会相遇吗？哦，交叉而过！哇，这可能会换家吗？这一场这一波换家的话，何况亏哦，换家何况会死。哇，这个少，哇！发现来晚了，青色已经先抵达对方的阵地了。哇，河关这边要回救，哇，这来不及救了。人类被控制出兵，惨重。哇，这个，哇，这盾牌被打掉了。哇，这边不会了，对方打不赢，要继续。哦，这边空投在下面，这还 OK， 这个守得住。这很亏啊，基本上自己打输。哇，而且哇，他没架起来。哇，这一波蛮亏的啊。哇，虽然守住了，但是你工兵已经差了31只工兵了。对啊，这就有点落差了。嗯，哦、他刚刚没看到。对手已经出门，他没看到，他回救也来不及了。对啊，这边算是有点纪律性啊，就是他上面那边应该要摆一个监视的东西。哇，而且这边 S0D 尝试要空投，希望能够骚扰的东西。我新手这边我是防守。对啊，新手起的时候他已经优势很大，他要只要把兵囤起来就好了。嗯。其实河关这边应该是得慢慢拖了，把时间拖起来。嗯，
感觉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，除非他那个峡口守的很好，不然的话，因为他人口落差60个人口，对啊，现在对方直接 A 就根本也不需要操作。哎，这个空投好像哇，人家会投，有点尴尬，人家会投出，直接投出。这鬼雷，哇，差一点！但两边都在闹，可是这个被新手加在出边的基本上就打不赢，对。啊，这飞还是来不及。啊，好，好，恭喜 Stone 战队新手拿下了这最后一场比赛。那今天的第一场赛事就是由石洞战队以3-2打败了 S0D， 那恭喜石洞战队获胜。那我们接下来就休息一下，等待下一场比赛。好，谢谢啦，谢谢赛评，谢谢，拜拜，嗯 ，OK， 拜拜。